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又回来玩那个方块兔麦卡飞。今天是我一个人玩吧，玲玲，好吧，这一集就这边是我自己骑的屋子，然后第一次自己骑屋子，下面这边就打算拿来做储藏室，然后上面这边就自己另外再骑的，就到时候住在这边上面，下面就刚刚做储藏室，然后这边是客厅，是大致上是这样的摆设啦，然后这边我再想跟他讲弄。这边就还没有扩建了，到时我也打算做一个那边弄一个站台出去做一个实况用了。然后这边暂时还没有想到要扩建来做什么，到时我会扩建了。好吧，这一集，然后这一集基本上要做些什么呢？本来是想继续扩建我的这个房子，然后刚好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我就打算要做那个任务了。任务是 What Mission， 对吧？忘记了。对，每日任务，然后先解这个二十只僵尸，哇，太多东西，楼梯很慢，哇 ，You may only have one activate quest， 咦，我现在有这个任务吗？怎样看我现在身上的任务？提升吗？好吧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要 cancel 也不能 cancel， 我看一下 quest not found， 诶，又讲我没有错，还是我要解释路又不给我接的，又没黑嘞，好吧，既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可是算了吧，就不能的话就攻击了，这边无防分中间门，哇，就东西先装上去先，然后干干净，可以。看一下，居然还有人住，甚至有人住在这边，太神了！谁住在这边？那个什么防御台。好，回来了，刚好有遇到一个白痴，我搞什么东西？好吧，就在这边，没有东西玩的，这边就是一个防御台，那个中介龙就被人打去了嘛，你知道？踢踢我这边的踢不过来吗？应该是踢踢不过来。哎，来了。上个上面是 Enderman 大王，喂，不关我的事，不要打我，喂，乱打我了，打我哪件事你？啊，闪！喂，嘿，很厉害，他们一直闪的，好吧。听人讲，站在这种两格高，他就不能打不到你了。那个在哪里？应该在那一次。不用，墨影珍珠拿到了，收集一下墨影珍珠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机器。那接任务没有了，接任务这边那个打那个 Enderman 的任务没有了，其他的就没有遇到了。算了吧，还是回去靠近我的屋子更好。这边呢，就打算弄一个站台出去。弄一张台的话，看一下，从这边跑进出来，
边弄一个门，这边走出来，这边就弄一个站台。中大没有钱还要卖屁股，好可怜。这边要想看一下怎么样。电的话，站台的话，4×5×5，这边就做一个分界线。就刚好这边一个露台可以站出来，挤不过坐对吧？挤过去这边，直接这边就泳池跳海下去。好白痴的想法。这个窗也是好像没意义气了。不行了，到时再看怎样改建了，暂时这样先。回来这边就有客厅，这边就有一个露台，一个露台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不错，还有屋顶到时候再盖上去。看我玩的人都知道我都很喜欢那个牛奶，弄个整天加像牛奶一样，好像生产牛奶这样，整天加，好奇怪。哎，不过不用紧啊，反正我对这个建筑是没什么天分，这边到时再放一些装饰品。
其实这边直接弄整排的这个，弄整排的玻璃会比较好看。没有玻璃了，GG。用完了，刚缺的。嘿，要去挖了，要去挖了，那个挖沙。沙漠附近的话是没有，我记得我这边就是空岛，特别是有家。够快了这一次，好吧，应该是够了，要是不够才回来呢。再见。钻石套装换12个金链，很少出现金环像你。现在金比那个钻石还重要，钻石让我给拿完了。这个给它烧一下，这个好的，我就先拿上去做先。玻璃片6个，嘿嘿。说是也弄成好奇怪，不过也不错，算一个有一个露台这样，然后这边跨间房间，这边又可以跨间出去。看一下，这边就不要跨间的话。应该是拿一个房间，
牛奶房，好奇怪，不能啊啊，开一些窗户，不然闷死自己。开窗户的话，这边通常啊，睡就睡这边，睡这边，然后窗户那边。家私那边全部都还没有弄，那个我有点羊毛，等下我去下面剪那个羊毛来做。然后这边换个，这边你开一个门。这边没有灯光，比较差一点。我把放进去就不好看。好吧，暂时先这样先呢。这一集就看我扩建我自己的屋子罢了啦，然后因为今天忙起来我找不到他的关系，不然我就约他去打那个抢旗的战，等一下下一集我们才约多一点人去玩那个抢旗的，然后有兴趣的就在我在影片下面留言，那我们再约时间去玩那个抢旗的，好吧，谢谢您的观看，然后希望这一集的话就给我一个 like， 然后有点怀疑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